我是博弈文化练习生玩家张逸轩，我现在已经成功落地到了偶像练习生信号区中。为了避免落地成盒，我现在要开始搜寻我的装备了。平底锅，一定要的。哈哈，很像我，一模一样，有没有？简直最完美的替身。这什么？偶像包袱，不要。现在差一个最致命的装备，我的舞蹈。好了，全民制作人们，希望你们能够多多支持我，我要开始行动了。大吉大利，一起吃鸡，记得给我投票哦。